回到节目中来。刚刚林医师为大家介绍了心包经，它对不仅对小孩呢有很好的功效，其实它对大人呢，像心脏方面的疾病呢，也是有非常好的功效。那么心包经到底有哪些穴道？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循行路线呢？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林医师。林医师，您刚才为我们介绍了像是心脏方面有不胸闷啊，或者是心痛啊这些方面的疾病，都可以找心包经。那心包经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循行路线？可以为大家介绍吗？来，我们来介绍一下，因为它是阴经，所以手结于阴经，所以它是由里面走起。它这个穴道第一个叫天池穴，是从这腋下这里，这里从这个胸部这边，然后就这样走过来，是循着中间路线，你要记得是中间。哦，中间的路线。在这里叫天泉穴，是天池开始到天泉，然后到起折就手肘这个地方。刚我推天河水，就一定要推到这个起折这个地方。是。然后就经过细门，这个穴道比较深。这个穴道很深，所以压按压的时候，你压的深，然后叫那个患者手肘就要动，才能压进去。所以这穴道对于心绞痛特别有效。哦，心绞痛很有效。细门是吗？细门。这个细门呢、你压的时候，例如说，来，我举个例子看，你压到它五寸，它是从这里横纹上去的五寸，总共我们这个手臂这个是十二寸。所以五寸大概是在这个地方，不到一半。不到一半。那你这压住的时候，你就那个手这样。对，有感觉。这样很酸，就会进去了。如果你专一个人在硬压压，自己当然没办法像这样的话，你就自己压着，然后就动啊动，动，让它能伸进去。因为那个细门，这个穴道是很深的，这个对于心绞痛特别有效，尤其半夜或者一般人家心脏病，他都有准备他的药嘛，如果万一找不到，你赶快先压，赶快先压，压然后缓解以后再送医院，是，这个都是急救的，尤其半夜三更发作的时候，那更惨，所以你要懂得救自己。我说过，从起折到大陵。这十二寸，我们中医就是算十二寸，然后它是在五寸的地方，不到一半，中间，快到你要记住，一定是中间这一条哦，不要压错了。就是这个，像我刚刚给你压的时候，就有点酸麻的，有感觉了，对，是深入了，是，所以这个心绞痛的急救性，气门，气门，然后。